谁是王胜军？我是王胜军，什么事？听说你挺吃得开，我吃不吃得开，跟你好像也没有关系吧？你是谁？咱们认识吗？我是森林庄十四 K。十四 K？哦，是个有金镯子。你拿我顺着歪的，森林庄黑社会十四 K，我是六 K，你可以叫我六哥。三连庄十四 K 排行老六，号称运河界头号六叶种。我跟你吧，正是，算你见过世面。听说你们十四 K 一个比一个六叶子，我倒要领教领教。你是王胜军力捧大帝大风吧？是我从来不和小弟说话，我往边上坐坐。你别管我是小弟还是大哥的，有种咱试试。别着急，会有这个机会的。还有你王胜军，天天王八老板，运河街扛把子，有什么事直说啊。你说你也是个大哥，成天我个网吧里边玩游戏。首先，我从来都没以大哥自居过，身边只是有一帮兄弟而已。玩游戏只是我的兴趣爱好。运河街那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大大小小娱乐场所那么多，你都能接受一个破网吧，我都搞不懂了。至于你说的开网吧，也只是为了兄弟们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你这样还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？跟不跟得上步伐，只要兄弟们在一起开心就好。这好像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？怎么没有关系？你有能力，我有头脑，咱们强强联手，那指定能干出一番天地。你这么的，以后跟我混，挣的钱咱三七分。我去。如果找我是这个事的话，那就免谈了。王胜军，你这是人灵不走，鬼灵乱转哦，这可是你的一次机会，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磨叽呢？俺们不要这个机会。你又是谁？我叫小七，听说过吧？没听过。那是你不知道我的辉煌战绩。什么战绩？曾经搁新手村，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就撂倒了三四个大汉。新手村？哪庄呢？曾经搁土城药店，我又一人一股，又放倒了七八个跟我有过节的。土城药店是哪个药店？火车站下边那个。曾经搁风魔谷，我迎娶地方上将首级。还有搁幻境八层被上百人围堵，我都能冲出重围，全身而退。你竟然没听说过我？没想到这小小的天天王八竟然有你这等猛将。真是卧虎藏龙啊！你都说你想怎么吧？不行，咱来劈一下子。别闹，俺店里边冷么饭还没起来，我敲上再来。